还有个2000杀。胆敢问问土地老二，玩了个烂儿。哦，建模！哎呀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！等一会儿，啥意思啊？要干一架建模，要跟我干一架建模，建模是吧？建模，给我交闪，好闪！炸的呼呼的，炸我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现在突然知道这建模到底怎么躲他这个抠了。就在刚才，建模的三段抠往他脑袋前面走，100%躲。这样我就下回就不用怕这建模的这第三段抠了。本来猴一级打建模，如果吃三段抠。血量不一定能有建模多，你知道此地不宜久留。有意你躲不了，我是一级。有意肯定躲不了，有意我们就得用 W 来躲了。让他推一波，这人就走了，走走吧。我们双招都没交，他没有闪现，没有传送。下一波小兵死的时候，就是我干他的时候。我先开个 W， 别让这假猴打东西啊，这样我补刀不好补。哎呀，炮车吃着了，这链儿用过了，打完走啊！第三段坑我不吃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W A Q 吃药，致命点炎，平 A， 平 A， 等他放 E， E A Q 死，这得注意细节，这不能乱拼，这不能乱打，知道吧？好，一层塔皮，我们走。我来试一下这个新出装。我想到了一副完美的出装，非常的完美。饼干都给他卖了。
先插个针眼。这波建模我只能说是必死，必死无疑啊。他死不死完全取决于他补不补刀，只要他敢补一个兵那么他就已经死了，一个兵不用多，就一个。还行，蓝枪抢着蛤蟆了。让他练我们啊，这个炮车不给他补。其实我现在直接闪杀他也行，但我觉得有点不太划算，我闪现杀他不合适。死了，躲一下三段 Q 就可以了，实在不行我交闪现也是可以的。这属于必死的一波，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死。这么多兵，除非他一个都不补，我就一直卡在那儿。我没有想到有人居然敢玩剑魔，我没想到。不推了，1533。下一波吧，下一波再把三项出来。这谁这么损，给俺们家蓝枪红给偷了。这岩雀真不是个东西。哎呦我操，我帮你杀了他一会儿啊，这个你放心，你不要着急，一会儿我帮你把这岩雀给他杀了。个老岩雀，嗯，偷东西是吧，偷东西还偷东西，真是可恶。杀个剑魔，一 A 打板溜，应该不用闪，我一个 Q 就死。我给你报仇了啊！干要我补车，来都给你打来，第三段扣也给你打，你敢不敢上来吧？一句话，你敢不敢？我就这么点血，你敢不敢？我们先假装溜一手，然后在第二个草丛里边等他，这边把他杀了，忍耐。想杀人，那便要忍耐。忍耐，现在他没骸骨镀层，他只要走到这个位置就可以杀了，知道吗？在这个地方不太行。好，死了。然后吃他塔皮，这是一波吃塔皮的机会。
我说实话，我也太认真吧，薛微是有点猛。一些塔没了，那我们赶紧拆啊。这建模怎么回事？这建模怎么回事？长本事了，建模可以与我对拼了，可以啊，建模。打个蛤蟆，有没有蓝？没有蓝，走吧，回家了。733，差100块钱啊。正好建模100块钱，把他杀了。装杯，在我面前装杯，我可饶不了你啊、哦！你这个100块的小兄弟，装杯我可饶不了你。正好差100，一走，走位。岩丘来了，可恶可恶的岩丘。正好差400，正好差400块钱。这挺难受啊，算了，我直接出个朋克巨链吧。你怎么才9级？好兄弟，给个红。小龙可以拿。可恶的岩丘，居然是514的岩丘。我要杀他，你们拦不住我。趁他没出沙漏之前，赶紧再杀他两波啊。我们这波拿红确实没问题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等级太高了，我12级。我操！狂风之力压锁，现在是不是4个人就出狂风之力呀、啊？我也出狂风之力。简直是可恶！我没寻思他能伤害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把那伤害狂风之力的伤害算里边。正常这波是不会死的。漂亮，漂亮。这样我们回上路就可以了。我想试试能不能，你看啊，首先这猴他缺捡息地，他得出九头蛇或者黑切，但由于有点太贵了，
那么贵，我拆家20%减基地，我觉得不太划算。我想想能不能正好明朗之靴现在加强了。明朗之靴加强了以后呢，少补了一个剑魔，我就直接明朗之靴，然后我们比较脆，我就直接出血手，这样我减息地也够了，我也比较低幼。我抠死你！我让你在我面前烧！这个朋克我主要是因为啥出呢？主要是因为我的钱正好够，我也没别的出的，正好这玩意儿呢1900，啊不是1900，2700，我看看，啊2700，正好够，我就把它给出了。峡谷打了。打完峡谷，一会儿蓝刷了，我们去把蓝打了。蓝打完，蓝也够了，把上路推了。有点烦人，这怎么人这么多呀？这啊，这人有点多呀，兄弟们。你看你们四个抓吧，一个还死一个。嗯，我把血手给除了，250攻击力。为什么你的 Q 有时候长有时候短？因为你升级 Q 就会变长啊，每升一级 Q 加25距离，应该是25吧，我记得应该是25。几个人我看看，来几个人，先把 ADC 杀了啊， ADC 没死，杀岩丘，挺能风筝人呢，我天哪，W 技能开慢了，要不然 ADC 先死，那也只能杀一个，这也不够用啊。魔抗有没有魔抗装又加攻击力的呀？除了影魔刀，
没有。水银，但水银不想出。哎，这可以。智慧墨印。我忍你很久了，小伙子。嗯，你干啥来了？嗯，谁允许你们来了啊？谁允许你们来了？我跟你说，哎呀我，我怎么瞬间死了呢？不应该呀，我刚那老些血呢，我血呢？哦，我一刀扎死了，我血咋没了？那突然之间我的血没了，我的血没了，哎呀！我刚看我还挺多血呢。哎，刚才这蟹手你们发现没有？加的护盾有点少啊，不是说挨打也加吗？刚才一共几个人？三个人。锤石、剑魔加女枪。三个人加正常加百，二百加197乘以三。正常的1000多盾啊，盾怎么没有呢？谢谢鲤鱼怪的飞机，星空飞机，谢谢鲤鱼怪啊，感谢感谢。不知道，那你都不知道，那该怎么办？哦，漂亮，果然。这也上不去呀，这高地，拉倒吧，我们直接继续推吧。我这护甲模块一模一样，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呢？给我挡里头了，兄弟。哦，蓝枪死了。我发现我挺长时间不杀你是有点过意不去了，是吧，兄弟？这是有点想死了，是不是？还有这锤石，怎么回回都你呢？这锤石怎么每回都是你？你跟我说一下子，我不杀你，是不是你以为我杀不了你，对不对？我的天，为什么老要野我？我就不明白，我很好野吗？我不好野。
黑切。40攻击力，300生命值，25极速，40攻击力，没有生命值，30护甲穿透，20极速，24护甲。出个青月，先 W 再 Q 啊！哎我谈谈乐，我就帮你把那剑魔收了。Hello, it's me. 好疼啊！这女枪打我，打了我半管子血。真脆呀、啊，这猴！又脆虚区又低。怎么能让他又有虚区，跑得还快？有没有加双抗加攻击力的装备？我到了，往这边走啊，火蓝。哦，破败。看来没有，没有又加双抗又加攻击力的装备。曾经的死亡之舞已经回不来了，关键是就是这猴现在没有什么就是加魔抗的装备，好出点的，他必须得要攻击力，猴这个英雄是必须得要攻击力的，那装备必须得加攻击力才能出，否则我们就浪费了一件。